谁是小马虎？你是小马虎。谁是小糊涂？你是小糊涂。还差最后一个。耶、Do you know what? 怎么了 ？You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.一个冰的老爷爷，这一天天这么大，确实累死我的天了。不然你说，有这么多这样的拼的，哎呀！13号铁质，有一些金。睡觉了。我知道你想去哪。爸爸，什么叫不服气呢？我们也是啊。小宝贝，我你去，可以请你帮我倒一杯葡萄汁吗？爸爸为什么不放过你啊？今天我们得把这玻璃拼好了。Welcome from the 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。Oh my god!钱，我来了啊！这里有好多东西，这里有什么？让我看看。是这个房子的后边。你这拼的太快了吧！拍马屁！你的裙子是世界上最美的裙子。拍马屁！我需要一个大点的空间。宝宝就是他，啊！鲜血，你这种喜欢，这个好鲜艳的。什么叫朋友？最熟悉，互相帮助，大家在一起非常高兴，就是朋友。看起来超市得要拼这么大的个。你说这个超市什么时候能拼？一堆吧。为什么门把手总是在右面呢？我们的超市门把手是在哪面？我不知道，下次你观察一下。好吧。这是卖什么的？甜甜圈。我们就把这个装成热狗标志吧。爸爸，你看我拼了个一，这怎么这么多？我说亚的亚啊，亚。OK， 哇，行，我先把这个货架拼了。咱们明天开始拼了，今天就入教了。今天你的任务就是拼这两个货架。Diaper 吗？天选27号铁子鞋，这基本什么都卖好吃的。大的我都抬不动。他们为什么倒了？他吃了过期的超市里的东西。你说这是拼什么呀？这是拼房顶了。来睡觉。准备好拼乐高了吗？呀，啊不啦个嘟不啦！今天我们就拼到这儿吧。我拼的实在太累，我现在想要干点简单的事情。好了。谁都给装上了。我装上的。明天把房顶拼好就完成了。我们俩去拼乐高吧。你知道吗？事实上越睡越傻。我们还要把今天的任务完成。24个。
可玩的吧。在房顶上种胡萝卜了。对，这套是拼好的，它很漂亮。这个超市几个零件？2100多。天呀，好重。哎我天，还得要在这儿装，它在这儿行吗？完。Two, three, go! Go! 超市。